这个 pass 券争夺赛，请出题。三秒。你总说来来，一桥，来一桥，这一次让你抢没关系，但是下次要举高。会呼吸的痛，会呼吸的痛，漂亮。想念厉害，一桥来演唱。你想念是会呼吸的痛。一分喽，朱元拿三分就拿魔王卡了。太羞！下面题出题。哦，阿拉斯是没问题的，七里香嘛，杰伦恭喜答对。三秒钟哦，下面一题出题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克普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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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分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那基本上，对呀。有机会了，听牌，其他两队加油，先举，有抢，有抢，有机会。对，好，下面一题，各位有人听牌喽，请出题。那个那个那个，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鹿港小镇，鹿港小镇。对，因为也有他们都是因为记不住歌词，都是用混的，对，都用混的啦。后来就传到那个柯友伦那边去嘛，这一招一直传，怎么唱？歌要不能，假设，假设要假设记得记得起来，两分，两分，零分，好，加油，有两队听牌，请出题。好，这边。寂寞寂寞就好。嗯，不对。好，你们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啊，好厉害！好了，恭喜阿娜莎，我们这个娜娜大师可以获得魔王卡券。太夸张了！恭喜恭喜！一秒钟就答，他们都不用三秒。不用。